下来我们有请深圳声乐季艺术总监、中国声乐人才培养计划主席、歌唱家、歌剧艺术表演家雷佳为大家授课。我想对雷佳老师多做一点介绍，是大家网上查不到的啊。我们这个深圳声乐季缘起是什么呢？2019年，深圳市宣传部的领导找到雷佳老师，想邀请他，作为名人计划的一员，落户于深圳，开办他的个人工作室。雷佳老师说：“我个人就不要做了吧，我想为我们的中国声乐事业做点贡献，我想为这些年轻人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在这儿有所收获，为他们铺路。所以经过多方的酝酿和周密的筹划，我们的深圳声乐季就开始了，而且一路向前，一路高歌的走到了第四季。所以我觉得我们歌坛，我们中国音乐的教育事业要有雷佳老师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所学传与别人，就像一点星星之火，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燎原，就可以让我们的声乐世界有更大的发展。第二点，我想说说《人世间》这首歌，好像今年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了。一首歌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其实不足为奇。但是一首歌如果得到了社会上各个层次的人、各个专业不同领域的人，从我们的音乐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市民都喜欢，那就值得我们去思考。有多少人在深夜循环播放，在泪流满面的时候，他内心的酸甜苦辣，他对世间的所有人生的感悟都随着这首歌儿流淌了出来，他内心平和了。而多少人给他填了词，成为了抗疫歌曲，吉林的抗疫歌曲、上海的抗疫歌曲，一首歌鼓舞了多少人，这就是这首歌的成功之处。所以雷老师唱完这首歌，很多民族唱法的人开始唱流行歌了。有一位流行歌坛的大姐大说：“哎呀，雷佳唱这首歌，那就是对我们降维打击。”但是雷佳老师扭头就去演歌剧去了，他唱的《万里春色满家园》，8、9岁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跟着就学唱。《运河谣》也是，那些小孩就在底下看：“哎呀，他要被烧死了，烧死了！”其实都是被他所感染。雷佳老师还在探索民歌，他还要做《寻根之旅》《源远流长》那个音乐会的第二季。所以说，我们要跟这些人学什么？不是学唱一首流行歌了我就唱流行歌，唱歌剧了我就去唱歌剧，不是。我们所有的声乐技巧其实都是手段，这个手段你怎么能合理的运用到你要表达的音乐中，把它的内在风格真实的和特别完美的体现出来。不是哪首歌通俗或者是流行这样简单的定义，是我们要探索不同的风格，用我们的这种唱法能够演绎各个种各样的风格的歌曲。我们的歌曲受到了大众的喜爱，我们的唱法也就有了生命力，也就能长长久久地发展下去。现在我们有请雷佳老师走上舞台。感谢。还有我们龙岗计划的学员闫然，艺术指导老师邓瑶老师，请上台。刚才我们的张梅老师，中国乐派交响乐团的团长张梅老师跟大家
介绍了一番我们为什么要做深圳声乐季。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深圳声乐季呢，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是有各个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我们无私奉献的这些专家们。今天还有专家来听课啊，是我的老师啊，老师听课我有点紧张啊。正是因为每个人不计报酬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这个声乐季，每个人都捧出自己的这颗最纯粹的热爱之心。我想我们的深圳声乐季会越来越好，同时我们深圳声乐季也会达到它非常理想的目标，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里我要向所有为深圳声乐季付出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好，今天我们的公开课就开始，先请闫然同学为我们大家演唱一首《洗菜心》。别的不容易哈，一大早起来唱，而且闫然是哪里人？我是山东人。对，山东姑娘，唱了一个湖南丝弦小调。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湖南丝弦小调，其实是段体式民歌的分节歌，然后它分成三段，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少女情怀的一个女孩子，在家里一边绣花。一边过着他非常愉快的生活，然后等待着他妈妈。第二段的时候，他妈妈就叫他去洗菜。洗菜的时候掉了一只戒指以后，他就非常着急。第三段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谁要是捡到我这个戒指，我就许他的烧酒大半斤，许他瓜子落花生，哈，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最后我要嫁给他。
其实是一个初春的少女，对，她内心对爱情的这种向往，然后用这种最生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唱不同的民歌的时候，其实特别要注意一点。当然你是山东人啊，我是湖南人，所以我要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些天然的语言上的优势。语言很重要，方言润腔是民歌非常重要的两点。我建议我们每一个同学在都会要说自己的家乡话，要唱自己的家乡歌。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涉猎更多不同地方的民歌，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声乐的学员，中国声乐的一个演绎者必须要做到的基本功。就像我在唱一个山东民歌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会跟我说，你必须要会说这一段话，比如像绣荷包里面的手拿钢针，对吧，钢针儿，是不是港侄儿，对，港侄儿，对，手段收段儿，这些都是要强调，你一定要知道它所有的方言，所有的民歌都是根据你的语言来调整它的这个润腔啊，它的不同的调式的。所以我觉得刚才闫然已经唱得非常好了。闫然是我们新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毕业，而且非常好的他落户到了刚刚入职深圳龙岗的一个高级中学作为老师。你看深圳声乐季的举办也在为深圳赢得了更多优秀的人才。那作为一个中学老师的话，你就更好的应该把不同地方民歌它所蕴含的这种韵味啊，还有它的语言啊，它所要表达的内容要清晰的展现给他，展现给大家，展现给学生。那分节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段，它是一个，它讲述了一个故事，就像一个小咏叹一样的，它非常清晰的三段有不同的对比和变化。嗯，你觉得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就是他在那个闺房中绣他的荷包，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喊他，让他去洗菜心。嗯，我说哦，去洗菜心，好吧，那就去吧。对。然后每一段它都有一个嗦嘚儿一声浪荡浪嘚儿嗦，对，三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对比一定要特别清晰。第一段它在房间绣花，绣花的动态是相对比较静态的。第二段呢，它就已经出去了，带着菜篮子，我出去洗菜了，出去洗菜掉了一个戒指，哎呀，我的内心的活动非常的丰富，我很着急，怎么办？第二段是相对比较动态。再到第三段，哎呀，内心活动很丰富，哎，我想了一个办法。所以三段一定要做出对比，你看上它好像是一样的旋律，每一段后面都有一个坠子，其实像过门一样起到一个整个曲式的一个稳定作用。但是你要把这种情绪先装在心里，要做出对比区分，自己在整个曲子的设计上要有。然后还有一些润腔，比如像你刚才老三，你再唱一段，第一段好不好？好，好。前奏就要跟着画面想象。有一个特点就是十里不同音，可能作为北方姑娘你感受不到我们的这种难处。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了呢不分，滋滋不分，说话普通话我要练很久我才能够把它说得明白。所以我们在每唱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朗诵会帮助到我们，然后你要把这些语言的特点，方言的特点用到这个里面，并且因为我们长期接受这个声音的训练哈，有时候我觉得我一开口必须就是，你看，丁字步往那一站，
腔体都在这儿。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记住它的几个要素就行，你准备好了你的位置、气息、你的丰富的共鸣腔体，然后语言的准确性，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以后，你就投入到角色当中。你要非常自信的，是一个少女怀春的这样的一个，还是一个很机灵的天天吃辣椒的少女，对，她还很泼辣，所以你要把这种自信带到这个作品来。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完成一首作品，对，所以你要更加自信的来演绎这个角色。还有你刚才的这个润腔当中，最后一个要收到你的鼻音里面。湖南的花鼓戏的润腔有18到20种那么多，它每一个使用的方式你看着好像，因为它的标记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平时之前在学校学的时候，我们看的谱子不是现在固定格式的钢琴伴奏的这样的方式。我也在思考，我们的民族歌曲这么的丰富，我们是不是只有钢琴伴奏一种方式？因为钢琴伴奏在台上演唱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歌固定了一种模式化，在音乐厅没有扩音这样唱的时候，你就会一定要要求你的共鸣腔体，你的整体的声音状态，你就要达到一种高规格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什么是高规格？除了你的声音打圆好听、音色美之外，还得要把这首歌所蕴含的韵味和内容演绎清楚，这才是中国作品所需要的。对，所以今后我们其实也可以呼吁所有的这个同行们，大家都来思考一下，除了钢琴这样的一种伴奏形式，就像以前我唱荠菜心，我就用我们大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大同其实就是类似于二胡的这样的一个乐器，你就会自然不自然地模仿这种乐器的声音，然后跟它形成一个相互的交融。这样的话在唱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你自然就会带到这种，钢琴是出不了这声儿的，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唱的时候要想象，要符合钢琴的需求、音乐厅的需求之外，我们要把这种要求注入到我们的民歌演唱当中。对，所以你刚才我刚才唱的这个，你可以再来一下，老老三，你来一下，老三绣红妆，你看，哦哦，绣红妆，绣红妆，啊，没事儿，这不是马上就能练的。对对对，但是唱这样的歌你要注意这些方法的运用和练习，你才能把它的味道放进来。要不我们就像唱一首歌，一首普通的创作歌曲一样的来演绎它，它的味道就出不来。对，我们再把后面那一段啊，马一，它这里做了一个停顿，对吧？做了一个停顿。对，第三段给一个前奏，出去你要喊出来，因为你心里的这个话你是要说给所有人听的啊，所有的后生都听着我出的这主意。他这上面没有标，就是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它其实应该标得更清晰嘛啊，谱面上那不是那，对对对对对，要做停顿，它是一句话，哪一位年少的哥哥喂剪了我的该骨子，对，哪一位年少的哥哥剪了我的该骨子，
对。刚才好了，我们所有的民歌的练习，我就说一说我在平时民歌练习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比如像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唱山东民歌的时候，我首先用山东话把它要念一遍，要会朗诵，然后我会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来练。比如像包楞调，我就会非常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把里面的表情记号写得非常清晰，分段练，因为它是一首非常快的嘛。太阳边那个出来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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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没有分段来练习的话，我这些味儿在加快了速度以后，我唱不出来。对，当然我们要不断的琢磨这些事情，所以民歌这是一个学习的小窍门。对于山东女孩来唱一个湖南民歌，确实是会有难处的。对，但是我们一点点来哈。嗯，许她的烧酒，许给她一个，给她一个，对，许她的烧酒又带不尽，还有瓜子花落花又散呐。好，许她的烧酒。为什么这些滑音其实是跟他的语言来的，因为你要不懂他的语言，你就会出不来这些润腔的色彩。许他的烧酒，许他的烧酒又带不紧，带不紧，对对，所以他的许他的烧酒又带不紧，对吧，他就把这种语言的味道都能融进来了。来，再试一下，带不紧啊！许他的烧酒又带不紧，还有瓜子花落花又散呐。嗦嘞子啷个啷个嗦，小妹子她结尾又混呐。嗦嘞子啷个啷个嗦，啷个。立刻停，收，缩，缩，对，对，要停住了以后，这一句话她本身虽然她是很泼辣的、很外向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在说这些的时候，她肯定还是非常羞涩的、不好意思的。浪的缩，收回来了以后，小妹子与她。结为婚，小妹子与他结为婚，就湖南话啊。对，你再感受一下，嗦嘚儿一次浪荡，嗦嘚儿一次浪荡，浪嘚儿嗦。小妹子与他，小妹子与他结为友。说的分节歌的这种对比三段，你看上去是一样的旋律，我们民歌里面其实很多这种类型的，看上去是一样的旋律，它你怎么样做出它的设计和对比。以前在我唱这首的时候，这个中间那个停顿是我第一次唱出来的，以前它是没有停顿的，就第三段的由慢渐快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就是你要把每一段的这个区分对比要做得更加的强烈，观众他能感受得到。对，所以你要设计好语言，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下面可以去做练习和标记。但是它整体的这个要表达的一个情绪
你要给他设计清楚，每一句甚至都可以有潜台词。我为什么还要接下一句？我下一句我的思维逻辑是什么的？让他每一个转换之间要能够清晰，你的板块就会非常的好，他就会整体形成一个特别有对比、非常生动的命格。我把《湖南话》把这首歌说一遍，你可能就会感受得到一点。然后下来，你可以根据我说的做一些标记，再来练习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准确。还有一些润腔，这个里面除了大家熟悉的打花舌，还有气震音啊、刀把腔啊，这些全都在里面。它的润腔是完全不一样的色彩和使用方式，所以在底下也要多做练习。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声乐的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我们要适应钢琴，所有学校的教材都是为钢琴而写的，这种伴奏形式我们要适应不同的舞台、音乐厅、剧场，还有对乐队、民乐队，它不同的演绎方式、不同的声场、不同的作品，都需要你用不同的声音色彩去表达它。所以我们要随时能够的转换调整，所以对中国声乐的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光一个不同地方的民歌，就湖南的民歌之间差异就会非常大，所以一海无涯，够学我们大家。我把它说一遍啊，先。楼在小房镇，小花林，忽听得我的妈妈娘叫楼一声，她叫妹子洗彩行，说得一直浪荡浪得说，她叫妹子洗彩行。小妹子下河下河洗彩行，叠个一只盖骨子，叠得罗家好伤心，说得一直浪荡叠得罗家好伤心。哪一位耶，年少的哥哥哎，见到我的盖骨子，许他的烧酒有带蹦筋，还有瓜子和萝花生，说得一直浪荡浪得说，小妹子与他结为婚。对，就是所以这作为一个湖南人朗诵一下湖南话，这是长沙地区流行的哈，所以用长沙话说，湖南是十里不同音，翻过这道山到那边话就不一样。所以你想我们要学多少方言，对，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底下唱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歌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些做标记，国际音标，好，你用你自己的方式都可以标上来，再把润腔做标记，再把它分段来演唱，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肯定会八九不离十，也能掌握它的味道。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好吗？啊，你感受一下。但所有的东西，刚才我说的东西都底下再来消化，你在台上要记住的就是，我是一个自信开朗活泼的少女。Thank you.
注意到了这个三段的这个分配吗？啊，第一段的稍微静态一点，第二段的更加动态，第三段的这种思维更活跃，内心更充沛的这种情感，是吧？啊，还有很多没做到。对对对，没关系的。这个因为学我们太丰富了，我们的民歌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你学一个就是你家乡之外的民歌的时候，就是要先学它的语言。你先用他的语言尽可能的把它能说出来，然后呢在我刚才说的学民歌的几种方式哈，先语言，然后再润腔，这种润腔是要分成一段一段的，分成更加分解的，每个小节每个小节，甚至是每一个音符你都可以把它分开来唱，因为它里面太多弯和绕了，你需要这样来做分解的练习，再把它合到一起。对，然后我们准备好了这一切的时候，了解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在上台的时候做好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丰富的情感的建设，再去表达，他就会非常准确，而且很有味道。嗯，好，谢谢，谢谢嫣然同学，谢谢邓瑶老师。啊，好。好，我们请郝小乐。对，郝小乐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要唱的曲目。大家好，我今天演唱的是米尺婆姨随德汉里边的一段唱段，黄河里划桨船对船。好，请闭上歌来了。中中中年
写赞琼，秋中中凉迷，夜不闲。你觉得你刚才唱的轻轻感动了吗？你知道这首在《米脂伯夷随的汉》里面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吗？应该是这个是刚走西口回来之后，然后隔着一个矮啊，然后看见对岸的情景，然后回来的一个咏叹调。那你的歌唱对象是亲情，对，你爱着的这个人，对，对吗？对，它是一个两句体的这样的结构的信天游。那既然是这样的，它都是两句两句的，它其实是非常生动的语言啊，非常质朴的西北汉子。他来唱这首情歌给青青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倾诉对象，对吧？你心里应该内心更加的饱满，情感更加的充沛。你永远在想着秧歌剧啊，为什么我们当时就说这一个是陕北秧歌剧米脂伯夷随的汉呢？秧歌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大家都知道是秧歌戏发展而来的，后来到40年代的时候又有很多新的秧歌剧的剧目，比如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都是描写老百姓的这种劳动生活的，当然它也是我们民族歌剧的萌芽和前身。秧歌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扭着唱的，你太僵了以后，它的那种律动，它内心的那种荡漾，你出不来。你看过这个剧吗？看过。王宏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扭着来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放松，你要先放松了自己以后，你要充沛的情感，非常的自信的来唱这一段的时候，青青才会被你打动。石娃唱给青青的。陕北有一句话说，那个会唱歌的人呢，心里特别活泛，你要把这种活泛体现出来。咱不是站在那儿，我不是唱一个革命党人，对吧？你还是要眼中有物，心中有情，表达出来，好吗？你能我害怕我就这样扭起来的时候，我害怕唱的不协调了。这特别难唱，就陕北民歌，你看包括像这个信天游、阿尔台啊，好多山曲啊，这些刚才一开口就到 high C， 第一句就到 high C， 没有办法，就是这么高。对，他又要保证好声音的状态，又要保证好肢体的语言，还要准确的表达这个形象和人物，但是这就是对你的要求。咱们中国声乐为什么难，就在这儿。我们可以，要不你先唱完第一句后面再动。行，这第一句很难啊。直接唱完可以，因为这一段吧，大家知道的是一个你把它做成了石娃一个人的唱，因为没有人跟他对，对吧？对，我跟你对一下好吧？可以吗？你就能够更准确地感受到这个人物啊，可以吗？好，谢谢我们的金璐老师。谢谢。好，来，请妹子哥来了。鞋里乱，有心爱妹妹家中寒，只有一副好牙身板，只有一副好牙
么好审判。如果你是自己唱，你要感受那个对象，他就在那边跟你呼应着呢，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多么的醉人，除了有点顺拐之外其他都很好、啊、对吧，这个像是在练。对，其实唱高音，我们当时我跟王宏伟演这个剧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要一边扭着唱的，刚开始我很不习惯，因为我也是这么训练过来的，我觉得哎呀不停的一直都没停。宏伟更不习惯，我以前还接受过戏曲的训练，他没有接受过，所以他边跳边唱，他就会觉得很难受，要么就是声音到不了位，要么就是形体到不了位，那当然顺拐了也很长时间。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就非常的自然了，并且我们你看为什么我们很多戏曲演员他唱念做的在台上他得要边打，你想想大的这种活动量了以后然后继续的唱，他其实人是非常有适应能力的，你如果想表达他的这种韵味和情感的话，你就是要照着这个方式去练，你就会更加的准确，因为你现在声音上其实没有其他的问题，对吧，你能够游刃有余的从声音上来体现这个，现在就是情感和味道都还没有到位，内心就是不充盈。刚才好一点了吗？找到了这个，你有对象吗？有，有对象。对，你唱的时候就要想着他嘛。你看远处的、近处的，包括我们的陕北的，你看这些歌词写得非常的生动，很多叠字，叠字是为了什么？叫更加的
教成更加的生动亲切，对吧？黄河里划桨，忽悠的那个闪，毛眼眼，那个辽哥哥，辽哥哥是看个毛眼眼，看哥哥，哇，睫毛忽闪忽闪的那个那么美的姑娘，就是村里最美的那个，就是青青。你要想，你内心要感受到啊，对你感觉不爱她，对吧？所有的这些有心看妹妹青壮，只有一副好身板，然后白个生生，白个生生那个脸蛋蛋，苗个条条的腰，走过了那个矮盼盼，矮盼盼，山也摇，就是白个生生是白个生生那个脸蛋，多么生动的词！哎，我发现陕北的歌叠词特别多，后来取名字叠词也多哈。杜鹏鹏，好亮亮，就都是，对他其实显得更加的亲切。你要把这个他为要白生生就可以，白个生生对吧？脸蛋就行了，脸蛋蛋。你要把这些叠词也要更好的用到这里面来。你唱的时候，你内心要波动，波动心弦。我们再唱一下，好不好？第二个，白个生生啊，这是近处的亲戚。白个生生，那个脸蛋儿苗，个悄悄个摇。山也有走过了那个爱盼盼，爱盼盼山也有，这种该种的字头必须都要种起来，让每一个味道觉得要融进去。白个生生叫黄河里的第一句，黄河里划桨哟，忽悠的那个山，这是往远处看的啊，这个白个生生他已经到你近前了，你看到他白个生生的脸蛋，苗个条条的腰，他已经近观了。远处的和近处的声音的描述带给大家的画面感是不一样的，只有你心里有了，你才能够准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歌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机能的运动，所以他要不断的通过你的脑的意识，你带给大家的画面感，然后调配你的身体状态，对吧？你先要心里有，所有的一切都得心里有。再从白个生生，该甩的地方甩起来。白个生生，那个脸蛋儿苗，个悄悄个摇。盼盼山也有，要跟人讲故事，对，不是每一个字硬给，对，因为秧歌剧嘛，秧歌剧里面的这种摇唱体，它跟我们那个咏叹调啊、歌谣体啊，其他它可能有一些区分啊。摇唱体戏剧性不强，故事性特别强，就是你要用你的声音来讲故事。它全是描写的呀，黄河里划桨忽悠的那个闪，毛眼眼那个辽哥哥，辽的哥哥心里乱，一段段都在讲故事，对吧？有心爱妹妹家中寒，其实这是在试探嘛啊，只有一副好身板，对，白个生生啊，只有一副好身板，白个生生那个脸蛋描个条条，你看捧一句然后说一句自己的，捧一句说一句自己的，其实你是用你的声音，你的唱在描述，在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走过了那个矮盼盼，矮盼盼山也摇，红个莺莺小口歌声飘，树林林的山雀雀也跟着笑，你看到山雀雀了吗？对，你先要看到，然后你要把你的这种故事描述故事的这种声音融到这个整体的音乐当中做一个串联，因为又是你自己一个人唱的时候，你更加需要有对象，要感受到这种对象。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吧。嗯，第二段呢，红个莺莺小口好吗？
跟着笑。好，现在是憨厚和质朴，耿直有余，这种细腻不够。对，红个影影的小口口，歌声哎是吗？歌声飘，歌声飘，傲树凛凛，山雀雀也跟着笑。近处的、远处的物，你用的声音是一样吗？对吧？所以就是要用眼睛看，要用脑子想，看不到的全部都是通过你的声音、你脑子想的带给大家。所以你首先要想到，再把这句来一下，因为你现在不缺声音，你声音不需要这个歌，声音不需要太大的调整。就是把这些东西要用进去。红个莹莹的小口口，歌声飘，树林里那个山雀雀也跟着笑，树林里那个山雀雀跟呀嘛跟着笑。过门的时候就开始走，来，左右，山丹丹那个开花红艳的那个艳，想你的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丹丹开花，北娃娃红，酒盅盅。对，怎么了？忘了哈。对，突然秃噜嘴了。对，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画面。你可以想象，黄河里划桨的时候，从最先远处的亲戚走到近边的亲戚，这一段其实是特别抒情的，你是发自内心的。山第一段是山丹丹那个开花呀，红油的那个眼，想你的后生排成排。第二段还是起的时候还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酒盅盅两米，你不嫌俺穷，对吧？对。这一段是这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对吧？对，我们的民歌其实都是这么的质朴，它呼唤的就是大家对真善美的追求。就像刚才的洗菜心，他最后捡了我的戒指，你要还给我，这是我呼唤的是一种诚实的品质，对吧？只有这样的人我才愿意嫁给他。那这个里面其实也是的，青青他就是喜欢你唱歌，他不嫌你的家世身份地位，多么珍贵的品质。你这一句唱的时候其实应该内心非常的涌动。来，山丹丹那个开花红艳的那个艳，想串串，山丹丹开花，北娃娃红，酒盅盅两米，也不嫌咱穷，酒盅盅两米，也不嫌咱。盅盅两米，也不嫌咱穷。是不是好多了？后面这个，其实最终还是要心里有，对。
我觉得你质朴的地方唱得很好。那既然是讲故事，摇唱体的东西要把故事要讲明白呢，对比要得清楚，尤其它是两句的这种结构，对吧？上下句，那你就要把该强该弱、抑扬顿挫都要把它放进来，你才会有后面的这个真的归于内心的时候，两个人两情相悦的这种感情才能够体现出来。在前面的这些该强的地方、该弱的地方、该收着、该远、该近的、该放的，你不能只有大家一说起陕北民歌就是黄河里都是好嗓子，一开口就嗨 C。但是这种细腻怎么体现呢？民歌最重要的就是味道，对。咱们郝小乐的嗓子也很好，对吧？声音一开口，大家觉得也很抓人。但是如果你的心跟你的声音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更抓人。但你的心里要怎么想，这是下面要去琢磨的。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唱一遍《山丹丹》，一直唱到最后，两段的《山丹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词是一样的。对对对，第二段。对吧？对，词是一样的。我说完全不一样，是他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来。扭啊，我跟你扭吧，扭来，哎，我告诉你，先这样啊，你刚才一唱，你跟着它的律动来，一、三、四。好的，下去。好吧，谢谢郝小乐，谢谢金木老师。